是第一次在台灣拍一部長片啦，咁同埋第一次同我都台灣演員合作，咁都好開心啊！有江宜蓉啦，有張軒瑞啦，即都是年青的實力派啦。咁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演員，所以今次我覺得係即一個好唔同嘅交流。因為今次點解想去拍呢一個 project，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好想即自己好欣賞台灣近年嘅電視劇啦，同埋電影啦，都覺得拍得好，所以都好想去睇一睇佢哋感受一下佢哋嘅製作同埋嗰個合作模式咯，係啊。其實今次因為主要是講我是一個香港人怎樣去到台灣發展自己的藝術事業的一個故事，所以主力是其實講自身多一點的，感情方面是一少少啦，但是不是 主要咯，但是都跟張軒瑞有少少的一些火花樣。咁你的開演唱會的喜訊就洗版其實開始是有點緊張，但那種緊張是來自於因為我覺得因為當初決定了做，跟住再前期準備了之後沒多久我就飛去台灣去拍這個劇，咁所以自己有少少有少少心虛啊，即係咧驚好似唔夠時間準備咁樣咯。咁所以喺台灣拍劇嘅途中，其實我都不斷穿插有傾下啲 rundown 啊，自己得閒又喺酒店度練下歌啊，記下歌詞啊咁。咁所以慢慢翻到嚟之後，而家就開始陸續去即係全程投入去做演唱會嘅準備。咁慢慢係有少少無形嘅壓力咯，因為時間好似越嚟越接近，又得翻差唔多一個月時間。咁亦都好想即係隔咗咁多年冇做咁。當然是很想很想盡力去做一個最好的 show 給大家看啊，咁樣咁亦都想俾一啲新嘅嘢大家睇咯，所以即係而家同music director 各方面都有即係好多好多嘅想法帶出嚟，咁希望可以即係捉緊時間可以做得好。一場新飛就係假場，今次就其實都決定咗唔假場，係啊，咁。但係件十號衣有冇乘機要去做咩啊？做咩啊？做嘉賓。哦哦，我冇喎，係喎，唔記得咗添。陣因為我哋太耐冇見啦，頭先一見面就傾啦，好耐冇見啦，跟住反而講係約打麻雀咯。點解你過嚟嘅？因為你哋啊，你哋啊，唔係啊，而家唔係講被飛啊，講緊繼續做嘉賓。做嘉賓啊！你代表了代表了十二個喎，阿朱哥好味啊！多謝多謝多謝，可能大家看到了係咪應承了啦已經 ？Ethan 代表應承了表演打麻雀係嘛？打麻雀嘅你打麻雀，係咯。有啲網友關心啦，因為好多你嘅合唱歌其實都係同阿小芳，因為佢個空間係。就咁嘅，因為好似嗰日咧就撞咗期啦，已經佢有個舞台劇做嘛，咁所以咁啱佢都係未過嘅，未完嘅。我真係睇佢嘅 post 我先知道，即係佢個宣傳，咁所以冇辦法啦，撞咗亂了，好可惜啊！好可惜喎，真係。好，唔該曬，夾過佢哋。